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这下看下就难好命，好命是阴电，阴电，哈、啊，这边属阳电 ，plus 这 minus，plus 爱管 ，plus 爱动 ，minus 爱给 ，minus 阴性爱给，哈、啊，未明管，哈、啊，啊，头前主线嘛是属阴，后面嘛是属阳，嘛是阳阳电，那么阳咯。啊、但是后边的阳呢，两栋，啊，两间呢，可能两边左边，咱看出来，左边的或者两边，正边、后边、头前主车，后边呢，这个叫做玄武。那么中呢，高顶物质无忌属土，吼、哦，无忌土呢，爱静。好、哦，中中无忌土爱静。那么咱如何分呢？一间厝呢，甲分成九格、破豆腐角啊、交界，或者为中宫。总共呢爱精。咱若往真侪个设计吼，我接过一挂大楼啊，啊，因为业主的需要咱建筑师甲设计咧，较方便啊。我发觉到中宫若电梯哩，中宫电梯哩，拢袂去这栋大楼大个人流动力真悬，足悬嘞。哦，有当时啊咧，咱的这个都，哈、啊，咱，哈、啊，咱业主啊，哈、啊，这迄、那个建设公司业主的要求啊，咱有时啊爱甲提醒个建议。哈、啊，咱最近啊，我去看一间国家民营化的大间公司，灾难叮叮塌塌，那么每四年一届灾难，一届大灾难。好，噶，啊，算去年啊，好五月嘛，有个一段一个灾难，啊，这灾难呢，那我去就去看，伊所有的中间呢，便所，啊，电梯，啊，机房，我讲你这吼，四年一届大灾难，刚刚啊，四年一届大灾难，啊，那我啊，无改啦，要改，啊，那么伊咧，问咧，吼。咱若比如讲，遮个中央在动，你无可能改个事啊，好啦嘛。伊问咧，如果去开遮，门开遮位所在咧吼，开遮所在，表面就开两门，呀，事实你向安尼出去看咧，火中动，中央中动，中央动个是四年一个灾难，怎么办？我讲无，你爱刷这门过来，虽然开好门咧，结果咧，好遮后壁哇两中动，你畸形个动咧，你开遮。好伊，好转换，安尼来咧，你一定会安定出来。我则足侪的工厂，拢是有这个现象。啊，所以啊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。咱各位建筑师，咱啊真侪哈为哈厝，那不如发咧。咱如果能够一旦加哦调整的时，我这个工作社会安定咧，哦。确实咧，哈，也真大个功德。咱最近来，我发觉咱国家颁布的那这个建筑法规咧，哈，便所伫头前诶，咱会当建筑师会当甲尽量甲撇面，卖方便头前。表面是好抽，但是人规抓咧，哈，迄个迄个到尾拢大到尾人拢零，这足奇怪，我一直足侪啊。好，咱呐，像迄便所化窟，尤其化窟，咱绝对摸伫头前。伫头前的时候，
那无咧，要加较过来抽咧，抽咧，盐多四五斤啊，多咧，即可以较安定。咱先有是义兴大学的教务主任咩，袁成华师伫咱彰化开课，啊，其中有一位弟子啊，吼，即学生的亲戚，囡仔咧一直咧起笑笑袂离。吼、哦，遐个母一个人，人一口罩啦，一个笑吼，一家烤肉万家香啦，一家啦，一个笑吼，几下家伙来去到了口中，就啥啦，门口出哩，迄、那个叫做化骨的啊，啊，都出哩拢打开化骨出哩，打出哩咧，无偌久咧，囡仔咧，拄伊个身上袂下咧，啊，就开始精神起问题，到尾咧，这样门遐改掉化骨，爱刷边啊去啊。安尼才稳定落。啊，有恁咱彰化哈秀水，我一位真好诶好朋友，嘛是地主颜先生。颜先生伊个母姑咧，纺织界诶土龙头。啊，伊咧哈伫台北买一间厝，真大间一大楼上下骹，上下骹咧一门向出咧，都面头前伊个庭院咧足宽哦，才三四十平咧，哈迄种啊大厦诶。咱楼顶所有的化学群嘞，迄个西群啊，拢接伫面头，伊面头前迄群，迄种大厦个大群嘞。一搬入去大了无偌久嘞，开始伊个后生讲话都奇奇怪怪哦，斜溜斜溜啊，讲话啊，斜溜斜溜啊，都讲奇奇怪怪话啊。过来换查某囝，读大大个，愈读嘞，就愈奇怪哦。愈读嘞，感觉讲话安尼嘞，甲囝愈贴嘞。啊，过来换某嘞，开始嘞，心头惊惊吓吓。到尾啊，吼，就早来问我个问题。我用下卜卦，我哎，你面头前垃圾污秽，伊讲啊，阮所有个迄栋大楼下边屎，是拢伫我个埕里头着。问我要怎么办？难讲。老师开足侪钱，命较要紧，还是迄骨较要紧，还是迄厝较要紧？尾仔就我大只，只变咧拢唔敢大，囡仔才恢复正常。所以咱国语即摆政府会怎么讲？爱迄个法令讲变数伫面头前，国语建筑师那一档尽量来协助。要要求啥？咱一同甲后壁个好评，两惊吵，好惊闹，即句话是千真万确。啊，我一位地主啊，啊，因伫新营，啊，伫新营咧，啊，伊厝咧，就是我这边，那厝中一日一空，那化粪池个空，化粪池个迄个天啊，我你这是化粪池个嘿？老师就有啥问题哦？恁兜少人来吧？哈！也在讲笑，笑到无事无啥无事哦，未下死情了笑。哦，我你这个问题就即困啦。啊，就是你伫客厅正中央咧，拄拄啊伫变数困，话不滴啊。我咧用诶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着精简，走咧头前来，精简，精简咧，再头前变做客厅来。你看，我来都无合理啊，搁安尼来。所以这点呢，咱也是啊，各位，咱替人设计时建议一同讲到改善的，这嘛是啊真大的功德。哈，咱关的，咱即摆真侪厝哈，啊，真侪厝在设计的时候，有当时啊，啊，这个地咧哈，这地假使五楼的时，这边这地若要搁起的时啊，那么起三楼，那么起三楼。迄个爱注意啊，即个白虎牙头，虎牙头，罗起柱并起柱，罗起柱并起柱，大咧咧，查人身体一直歹。即、這个这边是离卦，离这边离卦，哈，离卦，离卦都火嘛，火就来克啊，虎牙头，哈，也是啊，咱一动的时，无紧，伊都爱起爱起，无多，无紧，咱遮咧吼，你甲做玄关。好，咱做玄关啊，写了就倒啊。好，咱做个玄关九十度，即间厝做靠山倒排，电都好咧。哦，这是足简单嘞。
咱嘛真奇怪，这个吼，这边个扎起来，这种空空，这种空空，这种空空，吼，啊，咱呢，吼门啊，哪过来，门哦向边，这个做靠山，这间厝做你家起，一楼嘛好起，这是叫扭转乾坤，真经有一口罩嘞，啊，拄拄啊伫咱的合作啊，台中的东区遐嘞，啊，迄间厝嘞，原来伊都哇三楼了，边个起种四楼，要起七楼。起了七楼嘞，开始嘞，第二天起去呢，上梁嘞，第二天透早起来，两个囝相拍，拍到都安尼吼，都啊窜流血流滴。哦，唔知是啥原因，啊第三天就看了结冤仇，囝看了老爸结冤仇，囝看老母结冤仇，那变成一个人。啊，走来么，甲讲这问题嘞，我哩厝挂一卜嘞，是有动土，啊有动土嘞，啊造成嘞。咱动土的时，造成心会乱。讲有啦，阮隔壁都起厝起起来，啊起就起一七楼。上梁了，迄天咧放炮的时啊，我囡仔目睭就直直流。人咧上梁放炮，因就感觉囡仔目睭直直啦。问我要安怎？一世人嘛无乱，嘛一撞啊叫嘛，我才退进厝尔。我紧嘞紧嘞，我都改玄关起來，改一玄关转就九十度，吼、哦，咱就改玄关的原则了吼。比如安尼来，吼，咱即摆差不多，吼，咱玄关呢，啊，即一直爱下门公尺，下即门公尺，咱遮就卖啊，按转过来多啊嘛，安尼就贵啊，吼，即个，吼，足侪例个呢，吼，像即个，哈，甲各位建筑师做一种提供一个参考，哈，啊，要有即个。第四畚箕厝，好、哦，我看过真侪畚箕的厝，这一土地啊，大了些，有够冤枉，哈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比如我一这土，安尼吼，这厝这，啊，这个厝啦，你若这样落去嘞，一定十个做九个倒，啊，无倒迄个嘞，啊，嘛差不多啊，啊，这个嘞，啊，这个嘞，啊，那么像这嘞，咱甲。切掉，这切掉的，甲分割掉的，啊！你爱变成一个地户，你甲分割掉，啊！你厝起真多啊！安尼来，啊！遮卖，遮恁就另外一地去要种啥，安尼就种果子啥咯。我做停车场好无？做停车无要紧啊，但是你这间厝一定爱合适个。这是我印证足济畚箕厝、畚箕地，哈、啊！咱会当这个厝咧，啊！这里做咩？这拢边啊没有开门哦，边人开门的时嘛是同款无效就对，啊，所以咱就甲挂阿爸这地都卖啊。啊，今天咱就信徒咧吼，老师啊，我迄地四五平咧，一平二十万，都了一百万啊了。我吐伊讲，哈、啊，你就是即摆安那？我哎呦，我事业吼，打还袂顺，打还袂顺，囡仔出去都唔得来。我甲吐伊讲，某你死啊，看看甲一西汤。莫死啊！看到一个西塘，对不？啊，你都一家伙人都买了，你敢能嫁到迄块地，就一百万？我哪有地位啊？该下就下掉啊！啊，那么这过年好啊，总微微的，迄条微微的，迄地了啊，当我先稳定落来。所以咱真侪土地机灵地，若有这畚箕厝的土地，畚箕型的土地啊，啊，各位，咱啊，吼、哦、啊。需要考虑一下。啊，比如讲像这间厝，吼、哦，咱遮嘞吼，啊，咱若是这边有厝，向安尼来嘞，这边就量，这边就量，量管者有力，量管有力，啊，安尼这间就袂歹。咱像台中市台中港路有两间大间百货公司，啊，向台中港路嘞，好边起一个二十外楼、三十六楼，好额头这间厝嘞，开始嘞。哈、啊，公司咧经营着螺丝卡，啊，换迄边经咧向这边嘛，嘛这间好个头，两间都好个头诶，哈、啊，结果两间咧经营到不得不切，迄足奇怪诶代志，可惜咧，咱去疏忽咧，当时设计诶时啊，去疏忽咧，即台中市嘛足侪即种诶大间厝咧，啊，所以咱一间厝要安尼如何爱会当改善咧？咱足关系嘞，
哈、啊，主人的福气以外咧，咱建筑师代劳咧，哈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哈、啊，代替哈因设计，但是咧，业主往往真济拢去收费去，咱建筑师咧是专业哈、啊、技术人才咧哈、啊，咱也会当创造着咱啊社会的和谐，创造着哈家家户户带来的平安。那么会当培养一真济真济人有智慧的人来服务咱社会，培养真济有智慧的人咧，哈、啊，会当来哈、啊，将因的大智慧咧奉献予咱的社会啊。所以希望各位建筑师咧，咱今有只好姻缘呐，啊，将这妙法啊，啊，传予大家奉献，予大家实践伫咱的社会，这是功德无量啊。咱各位建筑师，啊，咱的厝咧，除了就讲向以外咧，厝内有六事六项代志：门、灶、神位、床，哈、啊，要有正，哈、啊，要有正。啊，咱的厝内底要有多少位？这种牵涉一间厝真重要的厝，若是咱一间厝咧，哈方向真好，真好的时啊，哈你内底的摆贴，若唔对起的时，嘛是影响到一间厝的安宁。咱的灶都属于一间，唔，一个电视机的变压器，足重要的哦。啊，这变压器咧，啊，一个来的眠床位啦。灶位啦、神位啦、水塔，这等等咧，都是内底机器的排列组合，这嘛袂使你去疏忽哩啊！曾经咱就位信徒先生，伊带了平安平安啊，哈伊就算讲较欠嘛，欠讲哎呦，出来水的钱吼，啊来洗衫，啊来压树啊花。安尼算起来足贵个，袂好，家己着去弄一支针，开起10万，人呢安尼较省呢，算下3年，伊着本钱着倒来啊咧，吼、哦，伊着去弄一支针，弄一支针伫伊天井个正中弄一支针，咱中宫中土无基土，咱袂使咧有一支针，伊弄咧咧，怎么得弄咧？伊家己着脚伫咧软个，伫楼顶伫软。弄到刷的时候，人休困了，才精神起来。啊，伊嘛无讲，第二天呢，伊就开始搁来，哈、啊，搁咧弄啊。啊，伊就换伫楼下客厅，直弄，厝人看，哎呦，是安怎弄直弄？伊嘛讲袂出来，迄古古的架势直弄无哪里。拄啊，中宫袂使咧有这，啊啦，好真要紧，敲电话，伫问我老师啊。哈、啊，阮头家是安怎？这两天人直软了，我用手已经甲算，我是毋是有动土咧？有动土，高电动了动土，有啦，我就弄一个说，你唔通弄啊，好啊，唔好弄啊。好，你啊愈弄，到尾弄甲煞，头家死去。啊，甲头家讲咧，我老爷无啦，我最近较无闲啦。较无用心动，较无来听了遐声啦啦啦，无我来离开来佚佗就好啊。结果死里半路怎啊无当来？啊，煞咧咧，迄个证咧，继续阁弄较好咧。啊，丧事办好，证嘛弄好啊。去朋友馆办好，伊嘛弄好啊。弄好啊，煞换老婆，阁心动阁定。啊，过来换大后生，心动阁定，连续三个。尾仔遐囝咧。好，确实呢，再来找老师有啥办法？我无法了呀，只有吞掉，哈，吞掉尔。另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咯原来台中市真有钱的人，啊，伊嘛真够计较，真够计较嘞，哈，哈，伊就原来是爱心爱怕呢，啊，真爱怕呢，啊，都有一天呢，啊，都要弄成个这样子好评啊。一个轻山伫建工街啊咧，啊去弄一个好平，弄一个即200多尺咧，
因为伊有兼做到即个面粉，哈、啊、面粉爱用足侪水咧，啊，所以弄一堆正落啊。啊，有一天经过我伫台中的时啊，啊人朋友带来，我某某人啊，你的面哈歹，我嘛唔知最近吼面色咁样，手直直酸，直直安尼，直直安尼，我伫咧中风爱注意哦。咁安尼吼，我是感觉最近阮爸都甲骂讲，我爱死个走。有一天一腳一手若袂振動的時候，你就袂走啊！老伙仔人八十外歲啊，敢是阮爸在甲我命呢？吼，吼，你是老命，嘿啊！我都爱死去走啊！伊都有錢，爱死去走。老爸呢，啊，就講有一天，讓你一腳一手袂振動，你就嘿，感覺咱老伙仔人啊，講講等於無幾工尔呢，真正中風，一邊一腳一手袂振動，結果就是容易這，佮符合著老爸呢。何时大人老岁仔人讲着，咱是性之锤呢。啊，所以咱若老岁仔愈老的时，对囡仔吼，话莫人讲哦，啊，好话加讲过，咱若歹话讲过，一定拢应验的呢。咱何必？咱就是老菩萨。啊，伊的新妇啊，都爱上班，爱上班的吼，透早起来无闲煮饭，大家食。吼，大家就真唔愿啊，啊，就来骂迄个新妇啊，好话你拢无尽责任不孝，互你生囝无尻川。尴尬啊呢！第二年呢，生呢，生一个囝无尻川，带去生律师问后要安怎？我讲老岁仔人，你可能嘴吼，你个嘴像圣子鸟。无啦，我刚骂我新妇，我都吼，这里叫做安怎啦？让你生囝无尻川，尴尬那个生囝无尻川，吼要安怎？新妇这里囝孙仔别个带，老岁仔人大概带。老师啊，要安怎？我安那我无大，所以老岁仔人讲个爱注意，咱拢会老。会老嘞吼，咱对于子孙啊讲话吼，好话去讲挂，无，迄个人讲无注意吼，会应验着。啊，所以迄支针弄拗嘞，那么吞要安怎吞呢？我讲啊，你爱绣金，绣金烧烧嘞吼，加倒嘞一千金的绣金，吼烧烧到变烧烧嘞嘞吼，啊，请本地土地公做主，啊，后土新君呐、啊。本地土地公做主，后土神君啊，地龙啊，哈，地龙尊神，地龙尊神啊，好，我这个真弄唔到，要回对行哩。啊，小小嘞，迄、那个金爪虎甲倒嘞，然后才倒米嘞，米，甲啊倒嘞，才含沙倒嘞，甲砍掉，安尼就无事啊。咱这要防这，这点足重要诶。那么照常迄个地灵的灵气煞去，要照常，好、哦，这一项。好嘛，再来咧，啊，甲各位讲这个文公笑，鲁班先师的文公笑，足厉害。各位吼、哦，文公笑，哈、啊，咱的文公笑咧，咱按牛时来，嘿，咱按牛时来。啊，不是包我唔对起啊，嘿，包我唔对起啊，实在文公笑，文公笑咧，罗曼先生伊所悟的真理，1.1416的法则，1.1416的法则，哈、啊，这个是真不可思议。好、啊，那么，哎，文公笑咧，干那财本会使的尔，财甲本，咱聊起来财本，有个人我红字的就好，阿弥陀佛。嘿，你要害死哟！你要红字啊，红字的人官，我甲你应验。当时台中港的都市叫会出量的时啊，哈，都拢我办的，啊办的，啊我想迄阵落赚一寡钱啊，有赚着啊，哈，迄阵贪心啊，贪心嘞，哦，托你讲嘞，原来都迄个啦，我爱发财，官内底有发财嘛。啊，有发财呢！我都哦，这官多呢吼，啊，神明多呢吼，啊，天花板吼，甲涂骹呢，啊，多啊，位个官多呢吼，我都啊，牛甲神明，是不是？天花板啊，牛哦，牛甲只嘛个发财，只嘛发财就对啦。好、啊，这官字，官字有都发财嘛？好，咱想看安尼，吼，想看下昼趁钱无？结果呢，
用好安起来嘞，无几工测量就出问题啊！哈，出问题嘞，还我只师傅啊，测量完成完啦，哈，等下先生都算未合，啊，出来明明都出来搞出来嘞，啊，当时都当馆长、当名人先生做馆长的时，啊，那么都是叫的啦，老朋友啊，张伯斌、张伯斌，啊，张伯斌在王星去啊，哎，贴望啊，很奇怪哦，你这哪？别哈，我呀明明送的必有菜哈，干嘛呢哈？看到那个翻函式表嘛，哈，对数表用黑的无哈，像即摆，我黑的甲黑的无共款的，奇怪，都摸唔着，我来只黑的，啊，侥幸啊，我所甲我只测量员所算的呢，结果差72公分，72公分呢，开始那贴了出来，贴唔着平呀，迄阵就开始来啊，问题开始来。好，咱们的钱出的特别收费，当然啦，什么问题？五天五大日，五到咩啊？哈，咱的县政府当时中丰公路特别拆，哈，当面临做县长的是拆到无地带啊，下过到我头壳顶来，过到我中兴车轮公司做咧时阵咧，中兴车轮公司将我出名起来。好，我咧无一认同，啊，事实无唔对，是安尼话啦。有一天咧，我去书局去写，啊，写着一本的。或是永宁通书、永宁通书，古早老来老板先书下落，迄条文公司要发展，我认为啊，系啊，官是百姓啦，官司走未去，做百姓，达水袂用门嘛袂用关，官道嘛袂用关，仙女嘛袂用关，好，我行者紧嘞，甲改做财爷，就稳定一件一件嘞，万往直直平凡来。这文工厂，啊，咱真侪土水吼，工作做唔到呢，伊拢做包外的，包外内底一定袂合100%，嘿，恁一定爱包内，所以我甲区建筑师请讲，是毋是咱的寸尺呢，拢会当你甲照文工厂甲算好，哈、啊，算好，大家后摆咱设计的时吼，啊，咱就照你寸尺，但最无错，工就足大呢，那我一个地主姓蔡，哈、啊，蔡云彤，我已经大学第一届。哎，老婆生了70多岁啊！伊做煤啊，伊做煤啊嘞，伫南投呀，哈，拍煤啊，赶了小日本啊。有一天嘞，伊讲输啊来，我佚佗来看，结果去我看伊煤啊吼，拍几片哦，嘿，煤啊日头拍袂着呢，可能光天化日啊日头拍袂着呢。啥原因嘞？面顶弧形一点，弧形啊一点，吼，我嘛嘛。你好怪怪的，做歹事，好加在拢小日本嘞，迄种，迄被你整啊啦！好、哦，我哎呦，你这呢，伊讲很足光光美丽啊，好加在无要有盐会当消毒，还是被你整个代志啊！啊，那么我讲你，大家敢问敢聊，问嘛拢唔对，有病啦，有夹啦，有三门公笑遐，哦，我这拢唔对去啊！啊，唔对，我紧嘞，中介。门卡卡点解窗啊门解出来，拢规拢照财个本，财本轮来下，哎、欸，结果下来，怎么嘞？蚊啊未入去，解好以后，蚊啊未入去，讲看偌厉害，好心嘛未入去，免纱窗，你要做安嘞？伊安嘞？数时间。哦，所以这个问题，门工笑会奥妙。唔是咱一般说我啊，看安尼尔，啊，那么我这地主一个酝酿出来，啊，我另外一个地主呢，啊，都伫丰源客运董事长张昌明啊，当董事长，啊，因厝伫新社金千华咖啡啊，庭院咖啡，台湾目前上水的千华咖啡伫台中县新社乡中年面顶遐，啊，伊厝前啊，哈、啊，这个原来徛过厝前一个老家。我一天去是好拖卡嘞，好神嘛，规卡足侪，先赶赶未走甲厝嘞，遐嘛过来。我讲你笑你看嘛，一定文工笑无下，所以这个你们无下，遐无下，关了无下。我紧来改，改改了嘞吼，你主人嘞，真正好，该绑的绑，吼，甲绑好拢下载甲本安尼嘞。第二天就也无好神来啊，这尤其安尼舒服啊，那真奇怪哈、啊，这个文工笑真厉害。所以文工笑的重要性，哈、啊，咱唔通去疏忽哩，会记哩。咱先甲用好，哈、啊，关刀
吼、哦，啊，看到咱逐项呢，吼、哦，咱拢甲照本宣科，下好，咱大家拢会平安。即使风水无真下的是本宣科，你外面未如意，入来内底最起码嘛平安。啊，也有咱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伫合作新德头新埔，伫新埔咧，啊，伊就生两个查某囝，生两个生啊，拢未生，啊，可能应该十八岁啊。我讲你厝有问题，啊，所以厝咧重新起咧，啊，起了咧，啊，哦，事关要受济啦，啊，敲电话老师啊，是安怎？我的门可能有疑啊，疑啊，疑啊！啊，门你创唔到，结果咧，真正就创疑，疑是咧，尾啊咧，人呐时时恢复到者，紧咧，该敲开，甲下载个本，才全稳定。这文公笑的奥妙，唔是咱一般人所讲遐尼肤浅。啊，咱各位啊建筑师，好、啊，咱的设计咧。啊、我一再就强调，咱即摆真侪行，有其行必有其灵。咱真侪业主咧，哈、啊，拢希望我哦厝内底奇形怪状，真侪人咧奇形怪状的厝咧，结果厝内人咧嘛奇形怪状的行的出事哦。那个设计哦四平八稳的时啊，咱这个大个人啊，因为经过眼睛传的脑神经设定内底咧，稳定出来。甲输这个啊，外国是穿行啊，转火车呢，或擦车，到啦有一条或者擦啦行。我一个眼科的地主杨啊杨友头杨医师咧，啊，伊迄间迄条行啊咧，啊，逐间厝都防偷窃两届以上，擦啦行，都是对面哦奇形怪状啊。啊，当时咧，就是业主啊，建设公司吼、哦、要突破，要创造美感啊。啊，结果渐渐我对你对我，迄条巷啊，就变擦啦巷。啊，擦啦巷无无法念，有一天啊，他叫我去，我看，哎呦，你这个，那一支擦啦手啊，怎摊断落，啊怎摕嘞？我看安尼，迄个门，吼、哦，这个路嘞，真简单，吼、哦。这栋厝哈，这栋厝，但是拢好哩，把呢拢渐渐就对了哈。啊，这间厝安尼来，啊，这一栋足高的呢，这一栋八楼的，八楼的是，那是人高高就手摊落来呢，啊，就提好擦啦行，大家嘛提醒，你足大件铁棍啊吼，造成交费，好，那么怎么办？我讲安尼，你这，哈，你这去个做一个门，做一个门就像这个形的门。这个行，啊，那像一个手去掟掉了，你就提袂到啊。那到老在外烦恼呀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我咧叫做下载下本字，好下本，你们咧下本。啊，条啊，你嘛看到哪一张下载本，你也做。结果一转咧做落来了，迄、那个正义全安定，迄条巷啊咧，吼全安定的。这个有其行必有其灵，这个出门工作的重要性。啊，咱。因为这里啊风水的法则咧，哈、啊，咱啊讲起来是话头长足济咧，啊，若是有一天咱彰化地区，哈、啊，需要讲哎，大家共同来探讨，哈、啊，咱的风水甲建筑的设计咧，我相信各位咧会当帮助足济人诶，哈、啊，咱在座啊，咱李建筑师，哈、啊，我希望讲伊咧，哈、啊，是咱彰化地区啊，哈、啊，办也方便，哈、啊，咱们可以。大家定期咧，哈、哦，这个风水的探讨咧，哦，我把这很简单的这法则咧列出来，和大家会当做一个参考。啊，咱啊建筑师的天命是有够伟大，建筑师的任务咧，大头嘛是足重的。啊，因为我亲身哈印证，这样的一年以来咧，发觉到社会会要和谐，建筑师的伟大。建筑师的重要性，
啊，关系到社会安和，关系到社会即安定。啊，一间公司若会失败，也是会成功，咱建筑师的功德嘛真大。咱台湾台商呢，去大陆，去大陆呢，吼真济台商去啊，互人欺负，足济袂顺事的。啊，咱台商呢有缘呢，我都过去看看咧咧，啊改咧，稳定咧。稳定咧，一个人上济咧，即摆要到三万人，要到三万人的员工，你看，伊会当帮助三万人的家庭。咱摆去分工是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民进党，咱对人对咱的缘分，不对党，不对国，只有法才会当超越你。啊，只有法咧，妙法咧，大家有益。咱摆讲啊，因为我都三万迄个，我都唔。好、哦，我就对什么党，我有什么轻视啊？啥，咱唔安尼，咱只要有需要，咱就甲斗相共。那么这是一个嘛真大做好事啊！哈、啊，大陆台商遐尼济，好、哦、几百万的工厂，几百万的台商在大陆在拍拼，好、啊、真济受到哈、啊、无必要这样的阻碍嘛真济，所以我过去甲因。啊，有真济超了以后咧，稳定咧，啊，这咧嘛是风水的法则啊。伫台湾嘛是真济工厂徛起嘛是安尼，啊，曾经有一口罩，哈、啊，我讲先生啊，哈、啊，伊就知影我要讲啥，目睭甲捏者，哈、啊，老师来边啊讲，我哎，那要紧啦，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吼、啊，敢做就敢当。老师，无啦，我无男子汉啦。结果就头前水虾飞水啊，水到水斜斜的飞出去，虾飞就大头花嘛。哈、啊，老师啊，这不要怎？哈、啊，因太太就知影，你搁阿虾，你搁迄、那个有都有啊，爱爱死者。我老师无讲，老师无看到你犯头花，所以我甲伊讲，这爱预防啊，唔是讲你红色犯头花。哦，安尼咯，安尼我红就还袂开始。哇吼！爱盖门甲桥过，啊下尾嘛，门盖玄关嘛，看水嘛，安尼过就好嘛。那红帽需要带大声细声，是不是？迄就是咱目睭引起的。啊，这家庭盖了稳定去啊。另有一个家庭啊，啊爸仔囝拼生死，啊拼生死啊，对面呢拄拄啊家己哈人起一间厝，啊起一间厝咧。啊，那么真深啊，真深的。啊，迄内底伊迄停车棚，停车棚咧，伊创尖的，插在哪后？插哪后来？哦，插哪后来咧？结果别个囝拼生死，也骨那要烧光，也都要烧台。啊，甲讲啊，紧嘞紧嘞，拜托改，别人无得听，简单按件反射，按件反射，这才稳定嘞，门改向，啊，改门改向。安定的，所以风水的法则，只要咱也知者，时时大家都做真济好事。我这本书内面呢，吼、哦、各位会当做参考。若是有需要者，欢迎到象鼻山仙文寺，咱仙文寺风景袂歹。我拢遵照啊，一间风水甲环境学的设计，哈、啊，我希望创造一个哈、啊、台湾福尔摩沙的净土，啊，清净人间的净土。啊，今非常啊，李建筑师、甲副建筑师、甲各位建筑师，啊，有这缘分呢，啊，甲各位这善人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啊，咱邦桥的啊，国家站十方圣地时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咱今日咧，正好一年，伫5月25日，下午咧2:42开始，伫咱台北县邦桥市咧，啊，这个农会来讲解着一间风水面面观。啊，这个谈到风水啊，咱是一个全面的风水，唔是咱单面的风水。所以今日是这个正好一年呢，伫遮咧
借由咱下南功德会的智慧长，啊，甲咱棒球农会，要咱廖议员、廖主席、廖议员，啊，还有国展呢，啊，大家在动手呢，的努力来促成，咱才有这一年，直接来更改一间风水面面观。啊，咱的风水的妙法呢，就是生活的改善，生活环境的改善，嘛是利苦得乐一个妙法，即是风水啊，风水。咱过去咧，甲风水拢看作讲，哈，台西人啊，或者风水，事实上未遐尼肤浅。啊，咱过去咧，甲风水咧，看作哦，开门遐个，门开两边了，开好边啦，事实上唔是安尼尔。那即回即煞事，啊，咱即回当时煞事咧严重个时啊，啊，咱有个机关咧，啊，唔敢办。咱棒球浪费咧，好，只有譬如讲，阮棒球是健康的，棒球是健康，是安全的，所以咱棒球来办，免惊。老师傅，你惊无？我当然我唔惊。啊，所以啊，咱伫这个所在办这风水，因为棒球咧，哈无声，好，食饱个人行。啊，无啥呢，外面的空气四通八达，四通八达呢，就是好风水啊嘛。拄只呢，我到咱邦桥哈市公所，咱的地主林仁上，因啊一间啥好茶好茶啊，迄间这个好茶迄间啊，啊底下食茶时，伊告诉我，这就是林家花园较早这码头的好所在，即马厝起起来。啊，假使咧，有一天，咱的政府好政策的时，才若要迄个运河继续搁开起来是邦桥咧，搁加上这个哈林家这个花园，搁加上咱邦桥即马正水的火车，迄个火车头啊，等等的建设咧，一定要大发。啊，廖议员，你看，安尼通无？这嘛是风水啊，爱有水啊，爱有风，风者咱的思想，风者就空气，咱的力量，水者爱去行，爱去做，水水就爱行，所以风水风水即是咱的生活呀，风水就是生活，生活即是风水，所以咱今日就这一年之间来讲生活，哈，环境改善。甲利苦得乐的妙法，风水学，风水切咧一牛车，要用无十呀，要用咧，要用伫咱兜十呀，免十呀，咱就写较清清楚楚。但是风水切咧，你也去咱县市看，也是去咱像哪咱的大安寺啊，迄风水切我所讲的咧，你用单单名，但是要用伫恁兜无十呀。但是你要找这十页在恁家的呢，你可能要费精神了哦。哦，所以风水车一牛车，要用无十页，道理就是啥？表示着妙法，表示着善法，这就是世间的智慧。啊，在正前以前啊，咱伫邦桥遮，咱妙云宫，哦，妙云宫啊，咱遮一挂先进。修行的先辈，啊，到上基山先佛寺，啊，去啊，啊，会亲会友，我才知影王禅老祖伫邦桥咧，历史民国47年就有啊，是不是？47年就有啊。我民国71年死无去的时啊，吼，老祖才发现，嗯，那一个王禅老祖，喙手长长，手提八卦的。哦，我才知道哦，王禅老祖来到邦桥这个缘分啊，这么深，这么久啊。那在几十年前，咱妙云宫和咱这的哈先辈者去到先佛寺，啊，伊讲讲王禅老祖叫因来，我想奇怪，吼，王禅老祖叫因来，啊，我这嘛王禅老祖啊，啊，你讲王禅老祖。
敢有两个人，事实就是一。王禅老祖，贵国主，贵国先师。王禅老祖就是代表咱每个人的智慧，叫做王禅老祖。那么智慧者，满天下的人拢有智慧。那么为何啊？伫王禅老祖的智慧会发源伫台湾台北县的板桥市遮呢？这因缘就是真正奥妙。